你们菜品是什么做的？姐姐，你怎么又捡瓶子啊？很丢人的。姐姐是想给你做一个网上很火的锦鲤灯笼。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，家住在美丽的白山崖，看太阳温暖，世界多美妙。姐姐，锦鲤灯笼做好了。哇，这也太酷了吧，像活的锦鲤一样。你有好运。小沙，你看我的大红灯笼。啊，你的怎么那么好看？哼，你说了吗？小沙，我妈妈今天要带我去看樱花，超漂亮的。我最喜欢樱花树了，姐姐，我也想去。我们小卖部里就有特别漂亮的樱花树，还可以吃呢。切，你骗人，我才不信呢。你等着。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，家住在美丽的山崖，看太阳落下去又回来，世界太多美妙。蝴蝶跳着动人的舞，看吧，樱花盛开了。哇，少女心爆棚啊，太美了！清晨的阳光，哇，好甜呀、啊！小玉，你羡慕吧？我认输，你给我来一口吧。哎，雪人手表，你们想要吗？小沙，我看，大哥，我送你一只手表，好吗？哇，好可爱啊！啊，我姐姐会做冰墩墩雪人绒手表呢。哟，你比我还会吹牛呢。你别走。我只是想要一只冰墩墩啊，可是冰墩墩一等难求啊。快叫闺蜜来给你做冰墩墩，你们说我这样做能成功吗？我只是想要一只冰墩墩，雪融融。哇，好可爱呀、啊！我喜欢雪融融，是吗？人见人爱大网红，是我也很可爱，拜托谅解。加油加油！你们喜欢？今天要挑战你，这是什么？这可是最近很火的流体暴力熊，我要找你 PK， 想让自己过去帮忙。可以啊，我给你们当裁判。Baby girl, you're my superstar body guy. 昨天我自己都怕，抱着枪，要骂的 I become like when when when。Yeah。我的颜色多，我的好看。你的太花了，我的好看，我的好看。宝宝们，你们觉得谁做刘雄更好看？这是小十二评论一，这是小月月的评论二。我的好看，我的好看，我的好看，我的好看。脏字你给我出来！这我这是干嘛？可能是地址弄错了吧。我是不是点人火了火？花什么？我才没偷吃。你姐姐买了那么多水果，我吃一个火龙果怎么了？别理他，姐姐拿这些水果给你做一个花果三明治吧。哇，你说的真的好。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拼多多不是中间商吗？拼多多对农产品是不抽佣的，免费，而且拼多多常年助农，我们买水果也相当于帮助农民伯伯呢，产量多了咱们买起来也更优惠，拼多多助农真是不错。哇，好漂亮呀，我都舍不得吃了。舍不得吃给我吃吧，我帮你吃。你的头是我们一个火龙果了，才不给你呢。你们这个臭姐妹吃这么好，妈快来收租啊。小十二，听说今天是你的生日。对呀、啊、我请你吃零食吧。切，你的生日蛋糕呢？你滚出我们小卖部立刻马上。没事，姐姐用这个安佳脱脂奶给你做个水晶蛋糕，零脂肪，每100毫升含 3.6 克蛋白质，还是新西兰进口的，喝了不怕长胖哦。还有这个安佳低脂奶口感更好，如果你在减脂期间想补充蛋白又不想增加负担，那选这个就没错了，而且减脂不减味哦，天然奶香，太好喝了。你听我说，两三五分钟 later。 嗯，
你浓浓的奶香味，像喝的水不一样。喜欢喝的牛奶，别在这边买一点。10号到20号，第7届京东超市进口牛奶台湾赛开普，好奶低至5折，奶界江湖英雄级别，等你来抢购。哇哇！好好唱，不然想吃没门儿。祝你生日快乐！小杨子，爸爸给你压岁什么了？这不是对呀、啊，我早上卖给他的。什么？这是去年的绿豆冰棒。好，我给你做一只舌头，这差不多，不然我妈不会放过你们的。神魂颠倒，迷恋着你神魂颠倒，只在随我的缺氧，绝对没关系，Please just give me kiss，眼冒金星。舌头，这才是真的绿舌头。你别唱了，你快回家吧。你们这事可没完呢，你们卖假货，你们还是赔钱。啊，快点酒干，我们亏死了。哎呀，小沙，我把你雪糕给我尝一口。不给，我把一袋奥利奥的给你，我只吃一口。那好吧。怎么了，姐姐？小月月她把我的雪糕抢走了，不要她的奥利奥了。Baby girl, you're my superstar. Be your body guy. 我走进明天，我自己都怕。保证会准时。总共3小时。你好吗？对。奥利奥雪糕姐姐。奥利奥雪糕姐姐。是个雪糕扣一，小石姐姐做的雪糕扣2。小石，上次刘体熊的挑战，大家都说你的好看，我不服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破冰企鹅，我们再 PK 一次，你输定了。来就来，谁怕谁呀、啊？谁把企鹅弄倒了，谁就输。Baby girl, you're my superstar, be your body guy. 这次你可怜我自己都怕，保证会奢侈上你的你好吗？但 I be coming like when when when。你才耍赖！好了，宝宝们，你们说到底谁耍赖？觉得小月耍赖的扣1，觉得小石啊耍赖的扣2。